贺瑞制药的研发总监孟伟死了，这就是你为了抬高股价玩的把戏。明天一开盘，贺瑞的股票肯定大涨。这是一个伟大的财富时代啊！我们不能因为一只股票的股价波动就随便立案调查。是起命案，死者家属报的案，不太正常，不符合自杀逻辑。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他的故事。这案子明明跟贺瑞有关系。 你知道为什么来吗？孟伟是因为这个新概念而死的。这钱是他事前就准备好了。